开始拍吧啊！现在开始回家了，因为这个人家都不知道。山林下山岗，往家走了。路上碰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个瀑布是什么情况。嗯。啊，但是消防站把那个路给封上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有什么变故吧。能看到这个湖。啊，有这个。这个瀑布不是很有名儿，所以好多人都不知道，所以网上资料也很少。所以当时呢，因为它这是比较清静，清静呢就是我不愿意去人特热闹的地方，人特多人热闹的地方。现在是九转十八弯，哎，据。老太太说呢，有点像康藏公路，是吧？反正别人也没去过康藏公路，他怎么说就怎么是呗。对，他去过没去过我也不知道。等一下啊！您过来往下看，就能看见那个。啊，你看现在是几段文字？一段文字啊，现在啊，一段，一段。哎，一个单词，才开始录啊？不是，刚才已经开始。您那在这路上可不能慢慢。不是，我忘了，他不好